选手，谢谢。因为这个量级，每一个量级都只有两位选手，所以我们只有录取一个第一名的选手而已，谢谢。这只有两位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们接下来呢是有更换一位来宾来帮我们颁奖，是拳击协会的李武理事长。是颁奖的，麻烦那个理事长来帮我们。我们选手穿那么少，他手里穿那么多，我没劲了。请理事长来帮选手拍照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亮点的颁奖，有请我们拳击协会的李市长上台帮我们颁奖，谢谢。